虽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但也没有那么远。每个人都相信着美好的未来时代，这不可思议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。什么好的饮料？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好好，一个人10元。来来来，哎。哦，大叔，现在几点了？6点过了。不好，不好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么匆忙？今天开始放奥特曼。快点，快点。奥特曼。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。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。飞鸟和我梦都来了呀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打扰了。怎么了？好高兴的样子。因为好像什么要开始了。开始，开始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来，请吃饭。我开动了。吃饭了。我开动了。吃饭了。几点了？妈妈。知道了。得到了从 M78 星云来到这里的宇宙人力量的早田，有了变成宇宙人的能力，用马赫的速度飞向天空，能使用强大的能量，具有不死之身的男子，好厉害呀！好戏即将开始。太帅了！孩子们长大后会怎么样呢？他说过要变成宇宙人哦。哦，是吗？那可真厉害。奥特曼第一次在电视上放映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惊讶，也开始拥有了许多梦想。耶！如果直到最后都不放弃，奥特曼就一定会来。走！不知不觉，时间流逝。然后，有一天，与那位不可思议的少女相遇了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和我们一起玩吧。哦，好厉害！啊，飞向最大的星星了。长大以后，我想要成为职业的棒球选手。我想要成为宇宙战舰的舰长。你像阿波罗号去过的那些地方吗？会去更远的地方，要去奥特之星。那我就成为科学家，制造宇宙战舰吧，和大古一起去。你也说出你的愿望吧。自那以后，那位少女就消失了，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忘记了对奥特曼的崇敬向往，成了真正的大人。要迟到了。早田先生，早安。大古又睡过头了吗？闹钟没有响。哦，那再见了。加油啊！爸爸，你刚才在和谁说话？你的未婚夫啊。果然。话说回来，我们没有订婚呢，怎么是呢？什么？我走了。等等，朱星先生，早上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江先生，早上好。好，加油。北斗先生，早上好。这个谢谢。哎，不要说啊。接下来要开始的是没有大家喜欢的奥特曼的世界的故事，所以身为主角的他没有成为英雄。暂时让你的眼睛离开你的身体，进入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。早上好。那个是什么？没见过。怎么了？对呀。什么？好可怕呀。那是什么呀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看。大家在看什么呢？飞鸟，你看，你看那个。真的假的？我梦，那是什么呀？海市蜃楼。在横滨出现了海市蜃楼，那个可怕的景象让人联想到世界的末日。世界末日的到来。怪兽，奥特曼，
地球上的人类呀、啊！蒙比优斯奥特曼已经被我们打败，现在开始将有巨大的恐惧绝望来毁灭你们。等等，你去哪儿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去救蒙比优斯了。如果我们败北了，屏障就会消失，亚伯人就会复活，那样会有许多生命消失的，朱星先生。战斗吧，如今孟比优斯败了，能粉碎邪恶宇宙人的阴谋就只有我们奥特曼兄弟了。香秀先生，还有北斗先生，来呀。奥特曼兄弟，梦梦啊，大古，又迟到又打瞌睡，胆子不小啊！对不起，第二天。可怕的海市蜃楼消失了，又过了几天，我又回到了平时的日常生活中。这里是三西园，石野家园三西的家园，在横滨奢侈的行为所造就的。位于横滨海港的资料馆的这棵高树，从植入以来的这150年，一直见证着横滨的梦想。这里的中华街是世界最大的中华街，600家店，一年有超过2000万人来参观。2000万呢？那里能看见的3座塔是 Jackie、King、Queen， 是以前外国建造的路标。路标？是的，Marking Tower。哦。但是呢，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，先生，您看、这个、您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呢？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请解释一下好吗？雷娜，辛苦了。谢谢。今天是广播的工作吗？是啊，就是上次的海市蜃楼的报道。今天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为什么会有那样可怕的景象呢？就像是横滨变成了沙漠。大谷，嗯，你在发呆啊？很累的样子。实际上，自从看见那个海市蜃楼，就觉得有点奇怪。做了很多奇怪的梦呢。什么样的梦？那个早田先生是奥特曼。嗯，让您久等了。哇，终于来了、等好久了吧、来。哦，真美味啊、太好了、不错。哦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莫非朱星先生变成了赛文？就是这样吧。还有香先生是杰克奥特曼，北斗先生是艾斯奥特曼。大国，你没事吧？这之前也见过奥特曼和怪兽啊，我确实看见了，和以前在电视上看的一样，是奥特曼的样子，一模一样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会有种非常了解奥特曼的感觉？
太棒了。是你吗？一直支持着我。刚才是出现在横滨的谜一样的海市蜃楼。今天作为评论家，我们请来了科幻小说作家万城木纯先生，请多关照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，在您的书中，语言世界的毁灭是怎样的呢？近年在世界各地严重的异常报道时常发生，比起环境破坏、自然界的秩序混乱这些问题，结果产生了不平衡，都是因为大古你的关系，害得我也做那梦了。啊，我变身成了奥特曼，名字我记得是戴娜，飞鸟也做了。那我的梦你也是吗？我变成了名叫盖亚的奥特曼。真的吗？太巧合了。是巧合呀。啊，之前我梦不是说了吗，和自己一样的人存在另一个世界里面，在那里可能正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。是次元宇宙论。那是什么？平行星球。我在大学里专攻的量子物理学的时候接触的理论，那个时候学的。若那是真的，早田先生他们就是，或在其他的世界里面有可能是奥特曼、飞鸟和我梦也是。没有没有，大国，你最近真的很奇怪啊。我们不可能是英雄。确实是啊，确实。请让我成为宇宙舰的舰长。梦终究是梦啊。还在想着要成为宇宙舰的舰长吗？真是有够久远的事了。请让我成为职业棒球选手。我要成为科学家，制造宇宙船，和大古一起去。谢谢招待。太好吃了。你们三个不来吗？今天店提早关门，大家都快要来了。啊，今天是那个日子吗？那个日子。嘿，大国，你们也来了。这样就一起来吧。刚才正在说这件事呢。是这样啊。到齐了。大家好久不见了。嗨。哎呦，我们是最后的吗？好像是啊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肩膀怎么样了？大国最近和雷娜怎么样了？算是一般般。也是时候认真考虑一下了。考虑是指？那还用说吗？就是结婚呢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怎么睡了？是太不安了吧？
来，好厉害呀！哎呦，哎，小孩子，谢谢谢谢谢谢、啊、谢谢，你的梦可能是真的。果然呢、啊、不可能吗？这里是横滨代表性的观光地点，海滨的红砖仓库。红砖？红砖？是的，横滨的红砖。哇，太好了，肯定很漂亮、请你告诉我一下这个具体意思呢？对呀、啊，你说一下吧。奇怪，啊，都会去哪了？怪兽，哥斯拉，如果是梦的话，快让我醒过来。怎么可能？不是梦。真的奥特曼，
个怪兽的弱点是背鳍。是。你是？我是日比野未来。多亏了你，我得救了。你真是有勇气啊！为什么那种东西会脱落？谢谢你，谢谢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嘿，先生。先生。哎，先生，你在干嘛呢？嘿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喂，你要干嘛去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叔叔，请过来这边来。叔叔，虽然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是刚才我可能进入了其他的世界，真的有怪兽。你。作为奥特曼活跃的世界，那就是说这不是我所在的世界，是吗？是的。虽然有点麻烦，这次是你进入了我居住的世界。怪兽也好，奥特曼也好，都是虚构的，只是存在于故事的世界中。怎么会呢？你想起了什么？我探知到了谜一样的反应，那时我正在横滨巡逻，那个时候红鞋子的少女，是的，那个不可思议的少女，她对我说，在某个世界出现了侵略者啊，快点，在那个世界没有奥特曼，去唤醒七名勇士，共同打倒侵略者。七个勇士，请跟我来，我可能知道其中的四个人，来吧，跟我来。好像又出现那个海市蜃楼了，真是可怕。不用担心，如果那个时候的话，一定会来的。会来的，你指谁呀？正义的英雄。你好，大古。哦，大古，那位是你朋友吗？其实他是早田哥哥。你是谁？是我，未来。你一直作为奥特曼保护着地球呢，你忘了吗？你到底说什么呢？你很忙吧？总之先去一下家吧，打扰了。你对我说过奥特曼不是神的，你说过。赛文哥哥，哥哥，我没有弟弟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好好看着我，看看。如果能再改良一下这里的零件的话。这里吗？嘿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小慧和你爸爸越来越像了，因为是一起完成巨星一号的嘛。
听我说，这次要慎重一点。突然之间，对方杰克哥哥。哦，不知道吗？哦，那么，星团哥哥，早田哥哥。啊，艾斯哥哥，还有南希子也在。爸爸妈妈，这个人是熟人吗？不知道。我也是。请把你们的手指上闪耀的奥特戒指结合在一起，就是奥特合体。对不起，告辞了。艾斯哥哥，西子小姐，是我未来啊。那四人是勇敢的奥特兄弟，但是在这个世界好像不是，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呢，因为那四个人在这个世界也是英雄，不管到了几岁，可以说是没有忘记梦想，潇洒的还和小时候一样，是被人们所仰慕的特别的人，所以我相信一定能够想起来的，想起自己在其他世界是奥特曼这件事情。是，再努力试试，试试吧。 GIG 那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口令，就是我明白的意思。哦，是。怪兽，那是，我记得是庞敦，但是为什么？我住的地方应该没有真正的怪兽啊，一定是什么人召唤来的。大谷先生，你要去战斗了吧？梦比优斯。致敬的场面，突然在横滨出现了巨大的生物，另外还有巨人，外形酷似以前曾在电视上播放的怪兽和奥特曼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终止？只好去避难了，不是吗？快走吧。
位请冷静，冷静。这边。我梦。群众的避难完成了。我知道了。孙子。你妈妈呢？应该是和朋友去购物了，但是刚刚联系她却打不通。我知道了，我去接她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振作点，快，快起来吧。小秋，你了，梦比优斯奥特曼，你会就这样死去？梦比优斯他，梦比优斯奥特曼被我希伯利特星人打败了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能阻碍我们的人了，人类灭亡的时刻就要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由于未知的巨大生物的袭击，横滨受损严重。现场发来的报道。这里是完备，由于怪兽的直接攻击，建筑物都坍塌了，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损失。莲娜，邱小姐的情况怎样？还没有恢复意识。香和小慧他们现在正陪伴在里面。古先生，急救队的人刚刚路过，妈妈被送来这里的时候问起她用身体保护的老爷爷还好吗？小秋，直到最后也想保护她，比自己更脆弱的生命，那样的小秋没能保护她。不是你的错，我没能保护他。
告诉我，梦比优斯，我该怎么做？要怎么做才能唤醒七个勇者？要怎么做呀？你是谁呀？果然，忘记了吗？所以我才会从这个世界消失。如果奥特曼从孩子们心中消失的话，人们失去梦想的话，我也会消失，整个宇宙会变成那些家伙的所有品。那些家伙到底是指？想起来吧，只有那样才能拯救世界。要想起什么？你是谁呀？等等，又是那个梦吗？不是一般的梦啊，在其他的世界可能真的有飞鸟奥特曼，不，一定没错的。所以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没空陪你开玩笑。我梦，你可以理解吧？存在着真正的平行星球。我梦，你在那个世界是奥特曼。对不起，我也不能相信奥特曼。奥特曼。我的父亲是，正确的说是别的世界，不仅仅是早田先生，朱星先生、香先生、北斗先生也是，飞鸟也是，我梦也是。穿着红鞋的少女对我说的，请想起来。所以只要大家想想自己就是奥特曼，就有可能的，知道吗？一定有可能的。什么？为什么到如今这个时候你还在说梦话？那个时候明明是你自己不相信梦的。大谷，小时候开始你就说要成为宇宙飞行员，而一直努力着。我一直支持着那样的大谷，但是明明还差一点就能实现梦想的时候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留在这个城市里，一直和雷娜在一起。你只是没有勇气，只是将无法向梦想前进的自我软弱归咎于其他的人身上。确实可能是那样。迄今为止我一直在逃避，不论是梦想还是现实。但是请你相信我，这次我不会逃了。为了拯救这个世界，我只有努力了。因为只有我能传话，作为人类能做的事情只能将它做到底。
我梦，怎么在这里？这艘船如果改造成宇宙船一定很漂亮。嗯，如果装载上反重力系统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前些日子彭公先生在电视上说的吧？这个研究成果现在不在这里，是一个天才留下的奇迹。那个是我梦做的吗？我逃走了，天才的头衔太沉重了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扔光我的梦想。总有一天，我想试着让这艘船在空中飞行。雷娜，播送怎么样了？要播送灾情，正是这样的时候广播报道更有帮助，能行吗？我知道了，但是请给我三分钟的时间好吗？三分钟。三分钟？是的，拜托了。开始避难劝告了。梁，我要留在这里。什么？你知道的吧，我那时候很有信心的，但是结果却是在满垒的情况下被积累得分，完全的自取灭亡。那是我一个人在争胜负，队伍输掉了比赛，因为我他们的棒球生涯结束了，所以我也放弃了棒球，但是最终没能放弃，就这样成了球童。飞鸟信先生是吧？你拼尽全身活跃的样子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看见过，支持过。我还是很留恋的。所以要继续留恋在这里死去吗？可能吧。会，开开收音机。妈妈喜欢听音乐。嗯。各位，现在是灾害报告的时间，但是，请听一下我的心声。怪兽出现了，许多人受伤了。无数的愤怒和悲痛充斥着城市，一定有对未来绝望停下脚步的人吧。在这个时候，一定也有人想起了自己的梦想吧。但是，请不要放弃希望，应该还有你要保护的人存在，应该还有值得保护的未来。把自己的心声传递出去，对于自己最重要的人，自己真正的愿望、梦想。
那时可能能够找到已经忘记了的什么。还有真正的自己。谢谢雷娜。哎，小心点，血压心跳呢？不知道。听得到吗？喂，听得到吗？这边麻烦你了。啊，人手完全不够。锦护医生，请让我和妹妹来帮忙吧。西子小姐，我记得你有护士执照的。我也是实习医生，请用我们吧。那就拜托了，帮大忙了。园丁发生了大规模火灾，市长，伤员不断在增加，不行了，已经没有药品了。别慌，直到最后也要尽可能多的保护市民的安全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绝望吧，人类。请去避难，各位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快逃！去对面，快点儿，快点，快点儿，去对面，快点儿！梁，我要去。去哪儿？大古说了，我可能是奥特曼，所以我要去找答案。飞鸟，一定要回来呀！啊，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。墩子，我要去寻找答案。我知道了，但是你不能够死。我知道，我不会死。这个世界不会灭亡。人类没有未来了，毁灭。只要直到最后都不放弃，奥特曼就会来的。大古，这是你还是孩童时告诉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，你。我们之所以会不由地忘记自己的梦想，就是因为你们相信着奥特曼，并将目光留在心里。相信奥特曼？目光？是的，你们曾相信着奥特曼。
望在大家的心里，奥特曼之星永远闪耀着。如果这个世界真的遇到了危机，你能不能变成奥特曼来救我们呢？一定来救你们。终于想起来了，那天的约定。啊，是这样啊，现在才明白啊，器皿中的最后一人，竟然是，那就是我。这个世界，我来保护。是奥特曼，奥特曼来了，加油啊，奥特曼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，加油！那个奥特曼是大古啊，大古正在尽自己的全力战斗着，加油啊，我们也还有我们该做的事情。你也会变成青铜像。等我们，大姑，现在就去。
没事吧，大姑？能站起来吗？我一直相信你们会回来的。他们正在战斗啊，那三个人啊，为了保护这个世界，剩下那个宇宙人了，我希伯利特星人，你们是不可能打败我的，不可能。太晚了，太晚了，不要高兴得太早。
这个怪兽太强了，但是奥特曼不会输的。是啊，大家都知道。加油啊奥特曼，加油啊，不能输，奥特曼一定会赢的，我们支持你们。加油啊飞鸟，加油。每个人直到最后都相信奥特曼会取得胜利，我们也曾经听过这样的声音。说的是啊，我们也是听着这样的声音一直战斗到现在。是的，团安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团，你拼尽性命进行战斗的事。造田，你爱着这个星球，爱着人类。你是真正的英雄。名字。为了保护深爱的人，想为了保护这个世界。心思啊，我们也去吧，和大姑他们一起。是我们以前见过的，是吧？是奥特曼兄弟，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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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谢谢，哥哥们。我们上。是。是黑暗影法师，我们会换来最强大的怪兽。诗人的心持续绝望苦恼，从所有平行世界中消灭奥特曼。没用，无论身处怎么样的绝望中，人们内心的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
们是市长，奥特曼胜利了，他胜利了。他们胜利了，是啊，晨光又出现了。妈妈，秋子，度过危险期了。是吗？太好了，香，我一直相信一定能得救的。谢谢大家。欢迎回来，飞鸟。我回来了，亮。我梦，你遵守了约定。啊，很帅呀，大谷。因为雷娜，你相信我。因为雷娜，你的声音，大家都想起了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奥特曼能够胜利，谢谢你。很好。太好了。再见了，其他世界的兄弟们。未来，谢谢你，以后再见了。 GIG。我们想起了曾经忘却的重要的东西，向前踏出了一步。
岁！加油！不用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吧！哈哈哈，走！什么名字？一起玩吧。信任的力量产生了奇迹，这个世界被拯救了。然后，我们知道了。我看到最远的星星了。在这个天空的对面，真的有奥特之星。大约150年前，向世界开放的港口城市横滨正迎来了历史性的瞬间。谢谢收看，梦想实现了，我梦。多亏了唐工。玲子，好久不见了。路上小心，我梦。你也说路上小心吧。嗯。哈哈，我去了。那么领队，我去了。好好。哈哈哈哈哈！但是事先我要说一件事，不要乱来。在宇宙中迷路了，知道吗？哈哈，了解。了解。爸爸妈妈，好多人呢。啊，是啊。大家都是来送我们的。大国。你真的很努力，谢谢你。则请联合国事务长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也想一起去，一起去见证人类的未来。是。快要到出发时间了，马上人类初次前往 M78， 也就是奥特之星之旅就要开始了。反重力系统启动准备完成，那么船长，好，出航。飞起来了，终于我们完成了人类的梦想，完成了。
去吧，奥特之心。Sorry.